気になるの。ね、賞味期限で明後日。明後日。明後日までに。这个是我刚刚在那个商店买的人形烧千草寺商店街非常有名的一个小点心，然后60日元一个，300日元是十个半价，另外他又多给了我两个，所以300日元买了12个，是刚刚烧出来，非常热。现在试吃一下，这个是五重塔后面那个浅草寺五重塔的一个造型的那个烧，还有其他造型的点心。是那个鸡蛋卷的味道，然后非常软。里边是红豆沙，然后类似于华夫饼，软的那种华夫饼。